联合表扬大会今天下午9:30在省理中礼堂举行。首先由市长陈章堂颁奖表扬全市实践公民生活实施竞赛绩优的个人和团体。接着由市党部主委陈春春颁发奖状奖牌，表扬今年度选出的邱波舍、赵善明等14位好人好事代表。他们平时都是热心公益、捐躯募林，对改善社会风气具有贡献。陈主委并呼吁大众多发挥爱心，使社会充满祥和与温暖。